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这期视频我教大家把 YouTube 的视频转换成任意一个国家的语言。我使用的是这一款工具。大家可以到 GitHub 去下载。如果你的是免安装的啊，那你点这个 IP 就行了，点一下它就下载了。我都已经下载好了。下载好之后，你按一下右键，解压到当前文件夹，这时候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，你双击这个，双击这个之后，它就打开这个界面。这时它打开是英文的。我们要把它改为中文了，点一下这个选项就行了。这时这里有一个语言选择，这个可以更改语言了。点进去中文，然后确定就行了。这时它就会变成中文界面。我现在教大家把这个视频的字幕转换一下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想把这个视频的字幕转换，那我就编辑一下这个视频，之后我在这里点开字幕。这时我把这个视频的字幕下载下来，点这个下载，先下载到桌面。大家先要给这个视频添加好中文字幕之后，你才能够下载这个字幕，不然它是没有了。下载好之后，你打开这个工具，点文件，打开，这时找到桌面了，这个刚才下载好的字幕文件双击的，这时它就会自动导入进来的。之后我们点这个自动翻译，由谷歌提供的这个翻译，这时。这个选择 English 就是英文的意思，点翻译就行了。这时它就自动翻译成英文，已经翻译完成了，非常的快，并且它翻译的这个时间轴和这个是一样的。我们点确定。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字幕下载下来，把这个字幕下载下来，点文件，另存为桌面。好，这时它就下载下来了。之后我们在这个视频添加一个英文字幕，点添加语言。英语美国，这时我们点添加，上传文件。选择文件。找到刚才这个下载的字幕文件，点上传。这时候它就自动导入进来了，就是这个，并且这个时间轴对的非常的准，直接点这个发布就行了。这时你就会看到你的有英文、中文的这个字幕，或者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其他国家的字幕，你在这里选。选就行了，就是这个，你点这个翻译就行了。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，如果用户用手机来打开你这个视频的话，它可以选择这个字幕，但是电脑的话可能就没必要了，电脑也是可以选择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